大家好，我是老船长，他是猪脑袋啊、哦。我希望啊，在这个金融的操作市场，人人都不要做猪脑袋。我的小雷米，那你摆明是来送钱、来孝敬这些主力大户还有外猪嘛？老船长，我们当然不愿意啊。很多时候不是意气用事，金融市场它其实也很公平，没有人拿枪压着你，叫你买什么卖什么，对吧？那、哎、我是参加投顾，然后老师叫我买的，那你选老师的眼光有问题吗？首先我就讲这个股市啊，它下跌、啊、很多人在找理由啊，它为什么跌？为什么跌？为什么跌？没有意义啊！啊，跌了就跌啦。那老船长，什么有意义？当然是你手上的股票嘛。你来到市场买股票，大盘跌你赚钱，你觉得大盘跌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除非你是操作棋子嘛。那讲到操作棋子，小弟我有三张分析师证照啊，证券、期货，还有对岸的中国证券分析师的证照，全市场只有我有啊，台面上没有人考得上。那我早就有期货分析师证照，我不要带期货会员而已啊。也许哪一天我想一想，我来带一下啊，带特别的。啊，我一个月我就带三位就好了，我不要带那种小咖的，做一口两口的，我要就带那个怎么样，出手至少十口以上的，我带三位，我亲自带就可以。我现在在规划当中，还没有真的要开始。啊、哦，那为什么我可以带期货会员？因为大家知道老船长看大盘非常准啊，我不会因为它的下跌我就告诉你说哎呀要崩盘啦、啊、对不对，赶快逃命啦、啊、美国股市啊要怎么样大跌啦。哎，老船长你是没有讲哦，但是你们看电视节目有没有人这样告诉你呢？有，他找了各种的理由告诉你美国股市要补跌要崩盘，台北股市怎么样会跌到血流成河，然后呢你放空棋子的朋友几天前是赚钱的，今天一天怎么样请你离开市场。台子棋今天涨到500多点啊，最多啊，你受得了吗？那你因为听了谁的节目然后你去做这个动作，那结果你自己要负责，他是不会赔钱给你的。虾米，你是参加会员的哦，那更惨啊，你除了输台子棋的钱你还要怎么样，还要交会费啊，那你说你是不是猪脑袋？好、哦、不可以哦，跌就说跌，看到没有，看跌就说跌。好、哦、这是很多投顾老师犯的一个通病。那么有的时候很多老师告诉你啊，这是什么线支撑啊，我想照破了，这都支撑嘛，照破、啊、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常讲哦，这个指数哦，它往往有怎么样比较投机的成分会非常的大。你可能是做多的啊，但是因为前面几天断头出场，那今天怎么样涨回来，你买这的其实没有错啊，可是经过这一段就完了。那股票就不一样了嘛，股票你还可以怎么样稍微放一下嘛。所以为什么我在做分析师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带台子棋，那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讲不好听一点赌博的成分很高啊，我都劝大家要怎么样远离赌博、啊、珍惜生命，我们来这个投资嘛，我不是带会员来做投机的嘛。所以我如果真的要带台子棋会员，我只带三个，一个月我只带三个会员哦，这样子可以每一个照顾得到，而且资金比较大的。很多老师带棋子发扣讯胡乱发哦，然后赚多少，对不对？哎，主管机关三声四令啊，说投顾分析师不可以在节目上有没有秀绩效表，赚多少点赚多少点，
这个是严重违规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有观众去检举的话，这个老师是要受到处分的。那老船长啊，为什么还是很多老师会在节目上秀这个绩效卡啊，赚多少点？那是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哦，这些老师他们的脑袋都比你们聪明很多，基本上能够考到双证照啊嘛，证券跟期货分析师双证照的，那都是怎么样非常聪明的分析师啊。你看很多老师都只有一张证券分析师，没有双证照嘛啊。哦，老船长是特别聪明啊！废话，我有三张啊，对不对？凌驾在他们之上啊、哦，所以我头脑会比他们怎么样更清楚？我知道台子棋不要乱带，不要乱做。哦，那如果说老师秀绩效，里面可能都是假的，造假说赚多少点，对不对？那是可以造假的啊、哦。他的会员怎么样？这个只知道说他的老师都赔很惨，那他造假绩效表就是要收新的猪脑袋嘛。这样懂吗？那万一有人去检举的话，他们不怕啊？因为检举，比如说主管机关罚啊30万好了，30万算什么？用这个绩效表说赚多少点哦，可以比如说收到300万的会员，30万一层当做是保护费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老船长，难怪你说违规，怎么还很多老师都拿绩效表出来讲啊，出来骗？所以我就讲嘛，你们看看我会不会这样干？我从来不会。虽然我没有带台子棋，股票也是一样，很多老师股票有没有是做了绩效表，哇，赚几次停板的，那个都是违规啦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之所以投顾老师不怕这些处分，那是因为他们会算嘛，比例原则嘛，啊，一层交给政府当保护费，这样听得懂哈？好，那我们回到股票啊，所以我们喜欢投资，我们来做股票。那做股票，你讲东讲西，分析东分析西，哇，这个公司的产业链是怎么样，上中下游，哇，研究的好透彻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分析师？有吗？这种是专门出来骗的。哎，老船长怎么说呢？因为这种是研究员的工作。什么叫研究员？大学刚毕业啊，那个小李啊，你去负责哈。这个航运啊，哎，小张啊，你负责这个钢铁，小陈你负责电子啊，小王你负责塑化。然后他就开始每天在网路上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甚至有一些投信的、啊、有没有会他去拜访上市柜公司，然后写了很多的研究报告，里面好像很专业一样，有没有？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？哇，营收多少？那我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好了。研究的非常透彻，好不好？好厉害，好有学问哦！啊，最后现在请问买哪一支？什么价位买？买进去两个字 ，Kalki。所以你们都是被这些哈、哦、跑龙套的，啊，花拳绣腿的骗了嘛？好的分析师永远记住股海老船长讲一句话，就是带你怎么样买股票，买在不管哪一个点，随便啊。然后再卖大赚，这就是最好的分析师。而且注意听到重中之重来了、哦、是叫你所有资金怎么样要全压，能够怎么样大涨，你赚翻啊，那就叫做第一名了。一个股票看对了叫你买一成，甚至发假 call 讯，前面套180档再发 call 讯，你根本没有钱买了，对不对？这种我说过都是假的，所以最高境界就是所有会员、所有资金底部怎么样重压，然后怎么样大涨。那你说老船长，如果底部重压大涨就怎么样跌死了怎么办？那就是混蛋啊，怎么办？那就不叫第一名的分析师啊。哎，也对耶，老船长。可是老船长，你在讲天方夜谭哦。哪有这种分析师所有会员所有资金底部重压然后大赚的，没有买其他股票投顾业怎么可能啊？你眼前就一个，你是新来的哦，看侧标啦，哪一个字不认识麻烦问一下你的儿子跟女儿好不好？我的节目在 YouTube 上面每一集都可以让你回去点阅。上个礼拜航海王长荣底部，我坐在这边啊，我就怕你们赖皮，看过来啊，就过来啊。我说操作航运股一定要跟老船长啊，你想赖皮是不是？上个礼拜没有看到我拿这一张天天出来讲的话，
每一个观众赔5亿8千万新台币，可是你连怎么样甩都不甩我啊，老船长，航运股跌了一个半月嘞，接下来要破底嘞，啊？虽然你躲过一个半月的大跌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说底部就底部哦，我信你个鬼啊！好，那没关系啊。老船长，为什么没关系？只要我所有的会员啊，所有的资金全部进场重压，今天收盘赚到翻过来，哎，那就可以啦。我管你们观众有没有赚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拜托你邀请你来的时候，请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高傲的不得了，哼，我还相信你。但是哦，我所有的会员现在在家里面数钞票，数到手抽筋。你就不一样啦，看侧标啊，看这里啊，啊，心不心酸呐、啊？你七月、八月，尤其是八月，你的会费交给谁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只要不是交给我古海老船长，对不起哈，你就算是观众，就算是我的粉丝，你都不可能手上只有一档长龙，而且是所有资金全部灌压在上个礼拜的底部，况且我们会员都参加除息，立刻填息又多赚2.5块。导播。股海茫茫，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股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固德投顾洽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好，那我也跟大家挂保证，我说啊，航运股一定会震荡。老船长，你的确有讲，但是啊，我们觉得我们艺高人胆大，既然你这么看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抱着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散户最会吹牛啊啊！很多散户家里面以前都是怎么样？哎，卖喇叭的，什么意思？老船长很会吹啊。结果呢，上个礼拜啊，长龙有没有震撼教育？有没有？你告诉老船长，有或没有？来，你来哈，证据在这里，涨停板。第二天大跌6%到7%，你有没有被洗下车？你回答有还是没有就好了。我所有会员通通都怎么样？四个字，我还在侧标也写叫什么？报警处理。老船长，真的，我们以为你都是怎么样在开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这个钱在输赢的可以开玩笑吗？我只是我的节目比较轻松。好、哦，我觉得你们已经够苦了。这个苦海啊，就像苦海一样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看老船长的节目可以怎么样，心情放松一点。但是没有叫你们随便呢、啊。我叫你离开大魔头，你怎么样扒着他的大腿不放？你现在多惨！你去参加网络最大的投顾公司，航运股通通带你们买200块钱以上的，啊，长荣跟阳明啊。今天呢、啊，长荣收盘，大家看一下，140几块，盘中触及涨停板啊，还会有更高，等会我再讲。那你，哎，网络最大投顾公司啊，听说一堆老师啊，他们是人海战嘛，全部买200块以上。
会员融资买的早就断头，头都找不到了。航运股接下来涨或怎么样，跟那些会员的亡魂啊都没有关系啊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些老师继续表演，你看我们长荣买在最低点，很敢，你告他没有用。老船长为什么没有用？这诈骗啊，对不对？带会员买200块以上，会员都断头输死了，为什么不能告？你告不成啊。为了下来咪，我再讲一次你就懂了，因为我已经破解了十几年了啊。比如说长荣跌到130几啊，他叫会员全力买，会员怎么买？第一个我就就教大家，会员根本没办法买，会员你醒醒啊，怎么倒在那边啊？好，会员已经倒在那边了，他发 call 讯叫会员全力买进。好，那比如说今天涨到这边，对不对？他在节目上恭喜会员买在最底部，你告他，他跟法官说啊，我有发 call 讯啊，我叫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，我建议他买，他没有钱买是他家的事啊，你告不成的啦。只有他的会员在家里面以泪洗面，打小孩，砸电视，在我看两个字，活该。那种节目每天一搭一唱，什么找个女的主持人，然后在那边谈情说爱啊，都鬼扯淡了。所以你的航运股是在200块钱以上买的，如果你不是融资买，你没有断头，我知道，但是你现在痛不痛苦？哇，长荣从底部大涨上来，人家老船长的会员是赚到翻过来，我们在那边等待，拜托你再上来一点，再上来一点好不好？能够让我不要说解套啦，有80-70%回来，我就已经怎么样？阿弥陀佛了，你是不是这种心态？对耶，老船长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市场多少年了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今天，你才知道你跟的是大魔头？还说你不是猪脑袋？所以航运股接下来这个地方算是小震荡，它接下来上去的时候，因为它会遭遇到，注意看啊，它会遭遇到怎么样？这边强大的怎么样解套卖压，这里，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？怎么样去做？你不要跟我吹牛啦，你在这边又被洗下车了，你今天又追了，或是你羡慕观望没有那个，那你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你现在看这一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？好像真的操作航运股真的要跟着股海老船长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玩真的，所以我所有的会员，我说过，他们比较高的智商，他们信任股海老船长，开大门走正路，只要有行情，一定赚到翻过来。没有行情，我不敢讲。对不对？那我说过，我的会员还要继续赚，我要用这一支怎么样？航海王，让他们怎么样赚到他们怀疑人生啊。而当你快要解套的时候，我的会员搞不好已经出掉最后一点点了，给别人赚。然后呢，你看得很高兴，哎呀，终于上来上来上来，怎么又下去了啊？完蛋了。老船长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注意看啊。它涨到这边又往下走，那你完了，你套在这里的。那如果你运气好，等，哇，过前高，那你运气好嘛，对不对？那老船长，这个会不会过前高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跟你又不熟，你住哪里？贵姓大名？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花一点点的会费，然后怎么样，跟着正派的分析师，你就不会有现在这么悲惨的遭遇啊。你看今天长荣。最低点138啊，今天啊，长荣开盘啊，最低点138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没错了，138啊，这边有写啊，137好了，137啊，对，我记138137随便，就是很低啊。那我记得138那边有卖14000多张，因为137那蓝山呢，那不要算，那也是真没办法了，没救了。好，138居然有14000多
张，今天砍在138块，好，收盘收140几，在这里你砍在这里，收盘就两个字，昏倒。老船长常讲的叫做昏倒，好，那明天你再继续追嘛，那搞不好明天一震荡，我们会员明天搞不好要出啊，先获利了结啊，下来我们再接啊，也可能我们不卖啊，让你猜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喜欢交会费，你就慢慢猜，也是你的自由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你会发现啊，这样子一直折腾下去，你的钱输光了，结果呢，长龙已经怎么样？搞不好已经快解套了，来到很高价位，你居然输光了，因为你追高杀低。所以有时候股票它涨大涨，还是有很多人输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追啊杀啊追啊杀啊，对啊，人家是一直上去啊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，对，不好的经验，惨痛的教训。那老船长你怎么不会？我就跟你说，我有我的专业，我盘中我会看嘛，对不对啊？不然全市场都不看好长荣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叫你们赶快全部压，有没有？这边我们叫你们全部压，你们自己说。我叫你们要参加除夕，所有的资金把你的那些烂股票全部卖掉，离开大魔头，然后跟着老船长，就算你没交会费，全部灌下去。我有没有讲？没有讲，每一个观众就赔5亿8000万新台币啊！我所有会员如果只有还有其他的股票，我们现在手上不是只有一档长龙的话，而且不是叫他们所有资金压的话，而且不是买在底部的话，不是买在这里的话，注意哦，好。每一个会员没办法骗嘛，每一个会员赔5亿8000万新台币，到这边全国只有我做得到，所以人家会问老船长，你给我下一秒，我给我得一秒啦。哪一个投顾哪一个老师可以像我这样？不可能，绝对没有，都是买了一缸子的股票，所以他叫后面再叫对的股票跟你没关，因为你早就套死在那边了嘛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这样干。好，该换股的时候，我叫我所有的会员都换股。而且大家记不记得我说这一波要反弹的话，要破底翻的话，对不起，反弹王是谁？反弹王是谁？反弹王是谁？哇、哦，老船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反弹王是航海王，我们笑得半死啊！嗨，这里啊，你说反弹王会是航海王，我们好好笑哦。对，你明天可能就笑不出来了。很多股票都会反弹呢、啊。但是我坚持航海王，我的下雷米，前一波全台湾他最强，全国股市谁最强？你告诉我，谁？所以反弹王一定是怎么样？航海王嘛。那当然是买怎么样龙头的长龙嘛。哎，对耶，老船长，所以很多东西是赢在观念呐、啊，还有我。不是玩假的，我是玩真，我是真的动作，我不是上来表演的。然后会员在家里面砸电视，以泪洗面，对不对？打小孩没有这回事、啊。我的会员，我再说一次，数钱数到手抽筋了、啊，现在在家里面，他们也不过交了一点点的会费给股海老船长了。你都交得起，只是你交错人了，你交给大魔头了。再给你看一次。操作航运股一定要跟老船长，现在只是开始，你不要后悔莫及。真的有一天你看到航运股狂飙大涨的时候，你回头想一想，如果当时我相信股海老船长，那么我也是全部资金全部怎么样大赚上来，不知道要赚多少钱。但是人生有没有可能重来呢？没办法。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做得到，那就是远离大魔头，来跟我股海老船长，5、4，我等你。电话瞬间大爆线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